润明，战争还在继续，可战争中的人必须坚强地活下去啊。生物系的同学在老师的启发下，自种芸豆、芹菜、洋葱等，补贴食堂蔬菜不足。食堂米饭中有沙粒和耗子屎，被大家戏称为八宝饭。教室的羊铁皮屋顶被雨点敲打的声音，有时都盖过了老师的讲课声。润明，因物价飞涨，先生们的生活苦不堪言。赵忠尧教授带着学生制作肥皂补贴家用，朱自清先生因生活拮据卖掉了行军床，闻一多先生篆刻名章聊补家用，中文系王丽教授为小报撰写文章换取稿酬。尽管生活艰难，朱自清先生的经典长谈之著作《夜已定稿》了却了他的心愿。泡茶馆也是我校学子们之长项，因教室有时不足，茶馆已成为大家讨论时局、探讨学问之地。听说汪曾祺认为泡茶馆可以接触社会，我觉得他说的对。